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年通鉴。传说大禹曾经诛杀神族巨人，这个故事是儒家至圣先师孔子亲口所说。难道上古时期中华大地真的有神族巨人吗？帝宋33年正月初一，大禹强迫帝宋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自己，随即大禹发布了鸿范九畴。鸿是大的意思，范是法律的意思，合起来是宪法或者大宪的意思。这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在这本书中，大禹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循的九条大法。随后大禹将帝宋制定的天下12州恢复为9州。帝宋35年，大禹以帝宋的天子名义征讨南方的有苗氏。大禹率领大军与有苗氏征战了30多天。有苗氏虽然不敌，但是躲进山里，死活不愿意投降归宋。于是大禹决定使用政治手法。大禹以帝宋的名义派遣使者，邀请有苗氏来首都参观访问。有苗氏的使者到来以后，大禹组织了最精锐的部队，手持盾牌武器，头插羽毛，向有苗氏展示了中原皇帝的霍霍武功。70天后，有苗氏再次派遣使者前来，表示永远归顺中原天子。帝宋48年，帝宋在南方巡视，走到苍野的郊外去世了。帝宋去世后，帝宋的儿子商均联络了支持自己的诸侯，以为父吊丧的名义浩浩荡荡杀向首都。大禹就像当年的帝宋一样，没有选择与之交战，而是将首都让给了帝宋的儿子商均，自己撤到了阳城。大禹在阳城联络诸侯，操纵百官，诸侯和百官们纷纷去阳城朝见大禹，而不去朝见商均。于是大禹在诸侯的支持下再次登上天子之位。大禹被认为具有天道之精德，因此举国崇尚黑色。再次登上天子之位后，帝禹将舜帝的儿子商均的封地迁徙到远离中原的湘江流域，然后帝禹便开始在全国进行巡视。帝禹首先去了妻子的故乡涂山，要求天下诸侯来涂山议事。帝禹的妻子就是涂山氏诸侯的女儿，生下了帝禹的儿子四启。四启刚出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帝禹还在忙着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次出于对妻子家族的补偿，于是就选择在涂山会见天下诸侯。天下诸侯都知道大禹治水之事，也知道大禹登上了天子之位，于是纷纷前来朝见。大会上手持金珠玉帛等贡品，前来朝见帝禹的诸侯国超过10000多个。帝禹真正做到了万国来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美中不足的是，有些偏远地区的和洪水尚未治理好的地方诸侯没有前来朝见，这其中就包括浙江诸侯神族巨人防风氏。帝禹2年，诸侯们推举的天子继承人高陶去世。在诸侯们的举荐下，帝禹向上天举荐伯益为宰相和自己的继承人，继续负责治水的后续工作。帝禹5年，再次巡视天下。帝禹坐着车一边走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如何才能将天子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儿子避免像尧帝和舜帝的儿子一样只能迁徙到远离中原的荒蛮之地。刚好经过一处地方，看到被逮捕的罪犯，帝禹下车询问了情况之后怅然泪下。帝禹身边的随从们说，这些罪犯都是因为不遵守法律才会犯下罪行，他们都是自找的，陛下何必为他们痛惜呢？帝禹叹口气说，尧舜二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们更不想自己的利益，只想着如何能为尧帝舜帝尽心尽力。现在我做天子，老百姓居然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以至于犯下罪行，我是为这个感到痛心难过。巡视过天下之后，帝禹知道自己多年治水，身体落下旧伤无数，不可能像尧舜一样长寿了。自此帝禹便决定给儿子四启做接班准备。首先，帝禹以铸造九鼎象征9州的名义，命令天下诸侯交出手中的青铜。收集了天下的青铜，诸侯们短期内便失去了铸造兵器的材料。帝禹用这些收集而来的青铜，一小部分铸造了九鼎，象征着9州，大部分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打造了数不清的兵器铠甲。其次，帝禹决定收买天下人心。帝禹强行抢夺了骊山诸侯的铜矿，用骊山的青铜铸造钱币，帮助天下因为没有粮食而被迫卖掉儿女的人赎回了自己的子女，得到了天下人的赞美。最后帝禹决定立威天下，威慑诸侯。这个时候中原地区的水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长江下游的水患还没有彻底解决。于是帝禹前往南方巡视，坐船渡江的时候，有一条黄龙用背部把船顶了起来。帝禹身边的随从惊恐万分，
帝云仰天长叹说道：我作为天子，受命于天，竭尽全力为天下人造福，活着不过是寄托在这天地之间，死了也不过是回归天地宇宙罢了，龙有什么恐惧的？龙在我眼里不过是个壁虎罢了。帝禹话刚说完，这条黄龙便俯首低尾逃跑了。来到江南后，帝禹召集诸侯商讨江南的治水问题。帝禹在茅山召开大会，准备对诸侯进行论功行赏，对有德的进行加爵，对有功的进行封赏。此后就把茅山改为会稽，会稽的意思也就是汇聚诸侯论功行赏的意思。大会召开了三天，诸侯防风氏还没有来。第四天，防风氏终于风尘仆仆地赶到会稽，帝禹当即下令诛杀防风氏，但是身边的左右随从和其他诸侯纷纷阻拦，劝解帝禹说：一来防风氏是神族巨人，和我等人族不同，神族巨人身高十米，力大无穷，自古以来也没听说过人族可以杀神族的事，如果杀了神族巨人，必定会遭到神族的报复；二来防风氏迟来是因为防洪治水情况紧急，信使传信迟了，所以防风氏才会迟到，绝非有意冒犯天子。帝禹心中也知道诛杀神族必定会遭到神族报复，但是此时帝禹为儿子接班的准备只差最后一件事，就是要立威天下，威慑诸侯，而诛杀神族做这种千古没人做过的事，一定能事半功倍，威震天下。因此帝禹不顾左右随从和诸侯的劝解，下令立即将防风氏诛杀。防风氏作为神族巨人，力大无穷，但是帝禹治水多年，身边的甲士兵甲锋利，辅之以绳索弓箭，只见万箭齐射，防风氏慌不择路，恰好被绳索套住，当场摔倒在地，甲士们齐冲向前，万刃加身，当场了结了防风氏的性命。杀了防风氏以后，帝禹将神族巨人的尸体悬挂在辕门上，派遣信使昭告天下。天下诸侯知道了帝禹诛杀神族巨人的事，无不战战兢兢，心怀恐惧。大会开完后，很多受过防风氏恩惠的诸侯开始为防风氏喊冤。帝禹不得已派人进行调查，结果防风氏确实是因为防洪治水而延误了会期。再加上帝禹诛杀神族防风氏以后，每日担心神族报复，心中坎坷不安。于是帝禹下令给防风氏平反，并允许给防风氏立庙祭祀。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吴越、武康地区建有防风庙，里面的防风氏塑像，龙首、牛耳、连眉一目，足长三丈。传说防风氏被杀的法场就在今天的浙江绍兴行塘村，原来叫做行塘村，后来以讹传讹变成了行塘村。到了春秋时期，吴国攻打越国，摧毁了会稽城，同时出土了一根要用车载的大骨头。吴国没有人知道这根大骨头的来历，于是派遣使者向孔子请教，孔子这才讲出了防风氏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才得以流传至今。会稽大会开完会，诸侯们开始回归各自的封地，帝禹突然像他父亲一样不明不白地死了，然后就葬在了会稽。帝禹死后，诸侯们按照上任制的传统，推举治水功劳第二大的宰相伯益为天子。伯益刚刚登上天子之位，帝禹的儿子四起在帝禹充足的准备下得到了更多的诸侯支持，再加上帝禹生前收集了天下的青铜，给四起打造了数不尽的兵器，又杀死了神族巨人，诸侯们面对四起非常畏惧。四起率领支持自己的诸侯大军连营30里驻扎在稷山。伯益见到大势已去，只好在稷山之北将天子之位禅让给四起，自己回到了封地。伯益治水的功劳非常大，帝禹曾经对帝舜说过：我治水之所以能成功，不是我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得到了伯益的辅佐。伯益教会了中原人民在洪水泛滥的沼泽地种植水稻，还教会了中原人民打井饮用清洁的井水。伯益因为治水有功，被帝舜赐姓为嬴姓，是古嬴姓的始祖，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秦国、赵国、徐国王室的祖先。六年后，伯益被四起派人暗杀，杀死了伯益之后，四起给予了伯益仅次于天子的葬礼规格。自此，帝禹和儿子四起两代人的谋划，终于稳住了家天下的天子之位，终止了纷纷扰扰的禅让制。好了，今天的通鉴就到这里。四起能否把天子之位再传给自己的儿子？有没有诸侯会去挑战四起的天子之位？欢迎收看下一话。